Hello， 歡迎大家睇 WeJump Channel Season 我知道你11月13號喺深圳球場就嚟會比賽喎，你知唔知你個對手係邊個呢？其實知嘅，咁係一個左右嘅拳手嚟，咁就我哋呢排就盡量用咗啲針對左右嘅訓練咯。哦，咁有冇咩特別嘅針對性嘅部署呢？呢排就同我師傅阿 Kenny 咁就不斷用咗好多可能咁佢就模擬咗好多左裝拳手嘅打法嚟同我訓練咯。咁對今次嘅比賽有冇特別嘅期望啊？其實就都係希望想發揮翻呢排學到嘅嘢出嚟，可以發揮咁樣發揮翻出嚟。OK， 咁大家希望可以11月13日去收得球場嚟支持 Season 啦。如果想買飛嘅就諮詢 Job 啦。